美丽的军嫂，亲爱的战友们，大家晚上啊、快晚上了啊，傍晚好。我在美丽的平度跟大家现场说一下这高兴感，高战友，那个战友，我们都艰苦扶手吃包子啊，大家看一下，我们为了共同一个目的，我们的战友被打，我们要来声援，我要个说法。公安局副局长带队打人，这个严重的涉黑，保护伞不是保护伞，他就自己用公职权力打压老兵。看看多少战友，李青战友也来了，好，看看陈战友啊，好好，都在吃饭，好，先到这儿，让他们吃完饭，吃完饭我们继续唱一首歌啊什么的，我们再活动活动啊。